突然想到一种局势，不知在莫攻棋局中是如何应对。范老弟，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。莫攻棋局每一次落子必须要形成转换，如果对方没有可被转换的棋子时，这种情况本方就只能放弃这一轮出手。能够把对手逼入到这种困境，就叫做破阵，是最厉害的招数。 看起来你没资可落了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啊！居然还有这种事，你又无资可落，那我就多谢了。 兵法云：乘胜，追而击之，我可是不会手软的。